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新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历108年3月13日古历二月初七礼拜三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晴。先开始先用30秒的时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重要新闻。中华馆教育杯游泳赛在中华馆的体育场内的进行游泳池举办，不过游泳池的水不但垃圾，还有树叶啊等废弃物严重影响选手朋友。中华馆第一选区立委补选柯承芳13号找来立法院立委江启臣、蒋万安，做伙来到鹿港第一市场扫街拜票。中华馆立委补选16号投开票，民进党首次采用民进票 App 电子算票系统，也来号召全民做伙加入志工，和开票过程更加透明化。看到游泳池的水垃圾，相信多数的人会选择无落水。不过，参加中华教育杯游泳赛选手只会当忍耐进行比赛。家长嘛抱怨，这么离谱的状况，就发生在中华馆立体育场内的进行游泳池。选手听到信号声，马上跳入游泳池，拼命向前游。但是详细看，这块游泳池的水是不是无啥清气？水边还有树叶啊等废弃物。水这么垃圾，选手嘛只会当忍耐。看到民意代表到现场关心比赛，嘛马上向议员来反映。可以再加强啦。对啊，我会再跟教育处反映。对啊，因为有人昨天就在反映了，所以我今天来看场地，包括说下面的、上面的有一些比较不明的东西，或是下面，咱要比赛进行下骹上好是爱用哦清洁，无囡仔在打的时阵惊危险。对啊，他们也会怕怕的啊，有树叶什么的。对对 对, 對。刚才水面上都是树叶。除了游泳池的水真垃圾，来到换衫的所在，拢无甚物人愿意使用，原因就是无烧水会当洗。有热水吗？没有。那、怎么办？不知道。所以你没有洗吗？都没有啊。都没有。不敢洗还是怎样？很冷、很冷。硬体设备出这么大的问题，算嘛是要办比赛，就连裁判嘛爱动手协助清理。然后我们要比赛，我们当然就变成我们去处理这个事情。你顶管的无招标出去，无人咧整理，结果阮要使用的时候，比赛场干那一场尔，对啊。结果我们就从那个它整个都是没有换水，你没有在营运，绝对不会换水。所以就很脏了。对啊，整个就整个清诶。面对万声肃起的教育杯游泳赛，管护教育处回应讲，因为游泳池目前拄好拄到要向委外单位收回来家己管理的期间，才会安尼。都是委托建国科大管理嘛，那委外期间是要由那个管理单位来负责维护，那所以就是他们有修部分了，那因为在他们交回来给我们这段短短期间里面呢、就是我们也是需要确认他们复原场地，那他们复原场地时间是到3月31号，那所以这段期间我们县府没有办法说额外再花经费来做相关的处理，因为以责任归属上来说，就是应该是委外单位要处理好的。教育处强调，游泳池的水都符合卫生标准，3月底管护收回来家己管了后，也会彻底来清理，然后再开放予民众来使用。大众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中华馆第一选区立委补选柯承芳13号找来立法院立委江启臣、蒋万安来鹿港第一市场做会扫街拜票，寻求选民支持。立委江启臣、蒋万安一透早来鹿港第一市场，陪着柯承芳扫街拜票。过来拜托，支持我们1号的柯承芳，立委一定爱好，进入去立法院。三帅合体扫街拜票，人气强强滚。婆婆妈妈先坐握手翕相，搁卖蒜头的摊贩上上蒜头，伊就当选。
立委魏宝选甘南村两天，立委江启臣甲蒋万安也向乡亲恳托支持柯承芳，让这颗有力量，会当进入立法院发挥。这颗有力量，这颗将将好，好不好？好。所以让我们当一起让柯承芳3月16号高票当选，击败咱的立法院，来替咱的中华，替咱的鹿港，替咱全国的民众来发声，好不好？好。三强合体。在立法院，我们国民党团绝对如虎添翼，有柯承芳的加入，我相信在我们总召的带领之下，党团绝对可以发挥加成的战力，加成的效果。那今天哈，很高兴。柯承芳表示，希望恩秀挺美的势力来挺柯。柯，还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美女啊，我们在这场的选举。我们继续做最后的冲刺，我们不松懈，不懈怠，我们全力以赴，我们有信心，3月16一定会登记第一号，一定胜利，一定当选，对不对？对。选战拍到最后关头，立法院两大型男合体来到鹿港挺帅的，希望乡亲会当把柯承芳送入去立法院，成为立法院第三帅。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中华县立委补选16号投开票，民进党首次采用云检票 App 电子算票系统，嘛来号召全民做伙加入志工，伫开票时阵会当即时掌握上新的开票情况。来到鹿港老人文康中心，网友亲切甲选民握手。黄静安拼中华县第一选区立委补选，一步一脚印，争取选民认同。三帅，我很帅啊！其实鹿港这个地区我已经进了很久了哈，我从代表议员到镇长任内已经有超10-20年，那鹿港乡亲对我都非常的爱戴，而且我在每一年的市政满意度啊，总差不多有85%到90%的这市政满意度，我是认为啦，鹿港的乡亲会一定会很挺我，那他们三帅来只是亮个相而已吧，那。在地也是在地，在地这个经济区，我那我对我个人非常的有信心。为了掌握开票速度，中华立委补选16号要来投开票，民进党中华县东部也头一届来采用云检票 App 电子计票系统。表选举区哈，总共有21个乡镇代表的选区，咱做一个责任区，那咱专管所有咱民进党党公职。全体总动员哈，来责任区里面来负责催票监票报票也可以看回，然后到那里组织这些管理透过组织我们运用人才发挥效率达到目标这是咱一届不一样的这个选选战作风。民众只要报名监票志工，经过身份认证，就当加入全民监票的行列。让开票过程更加透明化。3月16号，立委补选仅剩2天，黄静安希望伊接地气的形象，会当让伊顺利进入立法院。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河尾埔县太祖宫文昌帝君圣诞千秋庙方依循古礼举办祝寿典礼。这颗有力量，听秀鬼秘，看贤阿峰。把咱的柯承芳来支持，让伊有法度顺利来接棒。安尼呢，咱未来伫立法院，咱就有咱家己的未来替咱争取。收听为中华团结选阿峰，这颗准备好了。3月16日，立委补选，恳请乡亲支持国民党立法委员候选人一号柯承芳。立户代书事务所专业办理房屋土地123贷款，证件齐全，马上申请，马上放款。银行利息、农地契约买当办理。电话0988205738，立户代书事务所。
现在收看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晴。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的二月七八。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地震当风，好时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适合交易。另外，爱注意什么代志，咱做伙来关心。季节变化又到了肠仔病毒流行的时期，官府卫生局首次结合民间企业，用趣味方式和小朋友养成正确洗手的好习惯。参与计划的台湾麦当劳公司更加提供1000份的餐点作为奖励，鼓励小朋友勤洗手，维护身体健康。小朋友真喜欢麦当劳叔叔用趣味的方式来教囡仔安怎正确洗手。在手上，注意。正确的洗手五个定数，透过游戏的方式，和小朋友印象深刻。馆长王惠美表示，季节变化又到了肠仔病毒流行的时期，预防等于治疗。预防肠仔病毒上重要的就是要正确洗手。肠病毒我们都知道它的传染性很强，那所以说我们呢到学校来，那透过麦当劳叔叔这边呢来教授孩子们怎么样用最这个完善的这个方式哦，完整的方式来达到洗手的一个效果哦。那试搓冲捧擦，这个孩子们都很懂哦。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深入到175所的这个国小，以及呢我们26所的这个幼儿园哦，这个公立的这个乡镇幼儿园，那再来举办这个小小洗手尖兵哦，看哪一些小朋友最会洗手。王惠美强调，台湾麦当劳以及香港商力捷食公司甲广富合作，要伫馆内175间小学甲25间乡镇市立幼儿园办比赛，选出上香洗手的小朋友，希望小朋友一定爱将洗手的动作做好，做好就是肠仔病毒的预防工作。早上新闻，中视两中华彩虹报道。宗教圣书，桃园龙德宫四妈祖南巡祈福了敬活动，13号来到鹿港天后宫主家，吸引真济信徒参拜，场面非常热闹。七彩烟火震撼热烈，桃园龙德宫8天7夜了敬，13号来到鹿港天后宫主家。震撼锣鼓声，今年两大女神桃园龙德宫四妈祖甲后辈唐秋妈相会伫哩鹿港天后宫，搭配信众跟随，希望透过了敬活动，甲鹿港天后宫结缘，场面热闹滚滚。随着四妈祖的脚步，这个南巡进香8天7夜，其实已经走了10几年，那每一次都引起非常多的信众来参与。那我想我是第二次哦，来到鹿港天后宫来接驾。那鹿港是台湾人的文化故乡，那天后宫是妈祖信仰的发源地，那也是哦这个、最古老的庙宇。我想所有的信众都非常的虔诚，细妈咒这个沿途的脚步，让每一个信众都很坚定。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宗教的体验。龙行千里。百里行桥，咱后安宫为北往南，咱河尾后安宫往南向北，咱四妈祖甲唐秋妈今仔日同时来到咱鹿港，那么非常感谢妈祖伯的赐恩，嘛因为两间宫的同时到来，和鹿港的这进香期。开启的一个序幕，以另一番高潮。龙德宫四妈祖了敬是一年一度的宗教圣事，其实是由神女扶本桥、恩岛上跟母桥，今年一路用行来到鹿港天后宫，庙方高规格接待，规个鹿港小镇热闹滚滚。多种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河尾普贤太祖宫文昌帝君圣诞千秋，庙方遵循古礼举行祝寿典礼活动，隆重盛大。
河尾普贤太祖宫文昌帝君圣诞千秋，玉峰依循古礼举行祝寿大典。镇长阮厚爵、立法委员侯选人柯承芳等地方士绅拢有出席，活动隆重盛大。真谢欢喜祝地威。普贤太祖宫吼，文昌帝君圣诞吼，举行这个祝寿典礼吼，要祈求吼，就是咱大家有智慧，还佮学生啊吼，大家读册吼，拢会当吼，入入真上吼。普贤太祖宫来办理着咱这个圣诞千秋的仪式，阿嘛来举办着咱这以往的照以往的鼓励来办理，然后咱文昌帝君大家安尼祈求佮。拜拜的时阵，吼，咱的也树咱的智慧，和咱的智慧会当来处理任何的代志，嘛有咱学者学子会当安尼智慧开，然后成绩更加好。文昌帝君圣诞千秋的日子，真侪信众特别准备青菜、葱啊、腊肉、莲子等六类来参拜，即挂贡品分别象征勤劳、聪明、素修、苦心教导等意思。素科大天分。普天同庆万家欢，善事有我自足勤。另外，庙方阁特别准备文昌笔，由高考状元柯承芳分送予现场参拜学子，期盼文昌帝君开智慧，予考生求得好成绩，考运旺旺来。台中华新闻叶凤梧何美采访报道。新港高中查某学生篮球队参加 JHBL 南区复赛，连续两年摕到全国赛门票。欢庆 Win 综合台 4K 转播悍将主场赛事，办超快光纤上网 4K 电视轻松抱回家，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再享机上盒 MyVideo 豪华月租三个月免费。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新港高中查某学生篮球队参加 JHBL 南区复赛，连续两年摕到全国赛门票。新港篮友会特别定制布条祝贺，而且赠送上百双的运动鞋啊，期盼球员再创高峰。新港高中女子篮球队再度传出好消息。因连续两年打败对手，成功拍入去全国八强。男子篮球队伫南区复赛落败，无缘挑战全国赛。新港篮友会为了鼓励这队优秀选手，特别订制祝贺布条、甲百外双的运动鞋啊，要赠送予选手。我们在这边先恭喜我们深中女篮啊，在这一次的那个南区复赛能取得第三名的成绩，也顺利的拿到晋级全国八强的门票。啊，我们这一次篮友会也特别自赠了一面锦旗啊，以及运动袜来鼓励这些选手啊，也希望他们在我们那个杨教练的带领之下，在那个全国赛能够再创佳绩，得到更好的成绩。我们篮友会这边也会组织一个很盛大的加油团北上去替他们加油，也希望他们在我们深港乡亲的加油之下能得到更好的成绩。那我们也完成了我们阶段性的目标，到了南区的复赛。虽然成绩不尽理想，但是未来我们下一批的学弟，我们也准备为明年的联赛开始做准备。我们希望明年还是以我们深港国中篮球队的一个特色，快速，然后小球的目的，然后发挥我们的团队精神，然后再创一次的全国佳绩。那这次女篮也预期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往
北区全国赛再进一步，希望我们今年呢能够依循学姐的脚步再往前跨一步。女子篮球队连续两年打入去全国八强，为了取得比去年更加好的成绩，马上投入去练球的工作，唔敢放松。啊，那男子队也马上振作，希望继续锻炼自己的球技，为明年做准备。虽然我们今年没有进八强，但是明年我们会更认真的练球，然后再帮学长打进一次八强。要更稳啊，不要太多失误。人家守全场的时候就稳一点，啊，不要紧张。新港篮球会会长杨英贤表示。看到新疆的囡仔克服种种困难，战胜各种挑战，连续两年打入去全国赛，真正感觉真骄傲。也希望篮球会会当成为球队制定选手上坚强的后盾。大中华新闻叶宏武，新疆采访报道。中安国中美术班伫彰化市立图书馆举办毕业展，现场展出将近90件的创作，对平面到立体装置艺术。作品传达出学子对社会议题想法，充分展现强烈的个人风格以及多元丰富的创意。中安国中美术班伫彰化市立图书馆举办毕业展，现场展出将近90件的作品，为平面到立体装置的设计艺术，充分表现多元学习成果。他们呢，从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事物，还有一些生活的经验，把它换作成自己的想法展现出来。那我们总共展现有90件的作品，有恬静的写生，也有优雅的水墨。更特别的是，他们这一次呢，结合了科技，我们的热转印把他们的作品转印成文青袋，那利用这个机会也来感谢他的爸爸妈妈这3年来辛苦的栽培，还有老师的培育，真的是非常温馨感人。是上次来的时候就很紧张，这次就带着一个很期待，然后后来看雪梨妹。毕业展的开幕是当天，中安美术班的学长姐特别招团登来看展。现场展出的作品有素描、水彩等创作，透过作品会当感受到创作者对社会议题抒发独特看法，甲天马行空的创意发想。课业压力太大，然后就会想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像兴趣什么的。可是这对我来，就是这个青年图对我来说是一种可以纾压的很好的方式。然后呢，里面的3、4个小精灵就是。觉得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然后想要放松心情，无拘无束。家人去菜市场画，在菜市场逛街的时候，然后看到蛮温馨的画面，就想说把它拍下来写生一下。然后我的专长是水彩，然后我觉得画这张画可以象征着我从1年级到3年级的绘画的进步过程。水彩、素描、画图就是会用到的工具，就是对我们来说有比较重要、特别的意义。三支笔的颜色刚好是色彩3元素，然后这三支笔的，可以传达出我们的绘画的想法跟我们的故事。除了现场展出的幼儿作品，这届毕业生各自会创作文青袋。设计者郑涵宇表示，画笔是艺术人的生命。底下顶悬的3支画笔分别是红、黄、蓝3原色，象征透过这挂笔构思水，画出每一个人的故事。有意思毕业展到3月24日，伫彰化市立图书馆展出。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前往欣赏一挂充满创意的学生作品。在彰化新闻叶宏武彰化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今仔日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仔日总交易量是102公吨，平均的交易价格是每公斤17.9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行情。蛤蟆豆上价41，中价28，下价17.5元。高丽菜上价16.5元，中价11.7元，下价6.7元。青菜上价50，中价38，下价20。油菜上价22.5元，中价17元，下价10元。花菜上价28，中价24.3元，下价19元。葱仔上价48.4元，中价43元，下价37元。花生饼上价17.5元，中价12.2元，下价8元。葱头上价20元，中价17元，下价13元。菜头上价10元，中价8元，下价5.7元。花菱仔上价20元，中价17元，下价10元。
白菜上价28，中价21.5，下价12.5；苦瓜上价66.4，中价59.4，下价42.9。明仔方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天气转湿凉，各地落雨几率提悬。拜五到后礼拜一，东北季风影响，中南部以及华东的气温大约伫16至18度，属于早晚偏凉的天气形态。以上就是今天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杨淑晴，咱再会。就看大荧幕，立即按下遥控器的指定按键，进入机上盒 My Video， 上万部电影、戏剧、动漫都在 My Video， 零元强片看到饱，只要一键，让你家变成电影院。这是我们家吃饱饭后，大家像死鱼一样无聊。爸爸一直担心店里的状态，阿公觉得无线台转来转去好无聊，我的网络又慢又卡，玩游戏一直输，气死人了。大姐手机讯号不稳，直播常常会断。二姐跟妈妈吃饱后无聊到发呆。自从我们家装了一条光纤网路，我的网路用标的，打怪攻城略地不再卡卡。阿公也很有精神的看第四台，爸爸装了 Home Security， 就很轻松的可以掌握店里的情况。透过高速 WiFi 的环境，大姐可以开直播卖东西，不怕讯号中断。My Video 上有无数戏剧电影，二姐就可以追剧看她的欧巴了。妈妈也不用出门逛街，就可以上 Momo 购物。这时大姐在直播中看到阿公昏倒了，大家都跑过来关心阿公。爸爸教妈妈紧急按下 Health Care 服务键按钮，并询问阿公状况，也量血压、作息、糖检测。我倒是觉得大家都不知道在瞎忙什么，因为阿公根本是睡着了。小弟小弟办年船，乡亲就要注意，唔通凊彩将证件甲囡仔交予别人，以免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及法律纠纷。宝贝，你想看什么？
随便啊，都可以。啊，这什么？可怕！都随便吗？不必买哦。哎，这是什么名啊？我要看这个了。